哇，还有这个巧克力口味的，也太厉害了吧！到底什么味道啊？太特别了吧！开动。咻咻咻炫的，大家好，我是诗玉轩，今天来到的是地木县的那须盐源车站。今天呢，除了帮他们拍宣传影片之外，我自己呢也要玩夏天的户外活动哦，非常的兴奋与荣幸。其实呢，我来这边是第二次，之前呢也是帮其他的节目来拍摄，太期待了。好，那跟着我一起去玩吧 ，Go！那我现在呢要体验的是林道 Gravel Ride， 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脚踏车，超级帅气的啦，轮胎超粗的。然后呢，这次的教练是 Yamamoto さん，かっこいい。しかも先生の細いですね。細い方がちょっと難しいんだけど、でも軽いので、あちこちね、サポートして動きやすいので。さすが先生です。哇，我第一次体验呢，非常的期待。好，那我们走吧 ，Go！ 哇，来了，耶，耶，哇，太酷了吧！哇，哇，越水而过，啊，呜，哇，真的是大自然的体验呢。哇，没想到会有这个。溪流的这个路太酷了吧！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前往溪边了。哇，哎，很清澈哎，好棒哦！哇，很冰哎，很冰很冰。噔噔，咖啡已经做好了，超棒的哎，可以边看溪流。Oh my god！ 嗯 ，OK， 我们现在到的就是那须钓鱼乐园，超大鱼的，哇！你看，已经超多人在钓鱼了，好期待哦，希望我可以钓到。然后呢，在后面，它这边呢。就有一个餐厅，就是你现钓就可以现烤，哎，超棒的！走，那我们去钓鱼吧。不如我们退退啊，下去再钓。嗨，现在要去钓鱼了，希望我可以钓到，加油！钓到就能吃烤鱼了，耶！よし。啊，那边有鱼，那边有鱼。こっち魚いるよ。啊，有鱼耶，有鱼耶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吃这个盐烤鱼，开动！嗯，超好吃，肉非常的嫩，然后也不会太干，哇，真是现钓的，超新鲜的。好，接下来要吃这个，到底什么味道啊？太特别了吧！开动！巧克力，巧克力味道太重，完全吃不到鱼的口味，太特别了啦！这里呢就是这个 BBQ 的 menu， 人气第一，我要吃这个 Mori Mori Set。开动。好吃耶，它肉比较薄，所以还蛮有嚼劲的，好吃好吃。好，
那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是这里，那须高原林豆腐的豪华露营跟露营场，耶！可以在这边体验日本超流行的豪华露营哦。那这里是那须高原唯一的湖林豆腐，那除了湖呢，还有好山好水，大自然，太棒了！那我们赶快去柜台 check in 吧。到了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好。马上去看帐篷吧！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豪华露营的地方，超酷的！哇哇，整个是透明的！哇哇哇哇，很宽敞哎！而且你看，往那边看就是湖哎，哎，超棒！哇，太棒了！好，那我们赶快进去看一下。哇，哎，还蛮多床的哎，哇！很宽敞哎，哇，在里面视线也超好的哦。然后它这边东西还蛮俱全的，还有像这个电水壶啊，有虫的话也不怕，它有那个杀虫剂，真的都很俱全呢。什么牙刷什么的，然后还有毛巾也有，哎，赞呢，吹风机也有，哇，很赞很赞很赞。好，现在呢已经晚上了，我现在呢已经离开了露营场，然后来到了这个黑基地区的板式温泉。那这里可以干嘛呢？竟然可以跟着向导在晚上的森林散步哦，而且这里晚上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哦，哇，黑暗的森林真的是第一次哎。那我们马上去找向导吧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それでは出発しましょう。那我们出发吧。晚上的河川，哎，很清澈哎。早安，我现在人在那须岩原的板式地区，哇，今天天气超热，太阳超大的。我们今天要来溯溪，好，那我现在准备完成了，全身全副武装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前往那珂川 ，Go， 我们搭巴士出发吧。Oh my god！ 好冰好冰好冰啊！好冰好冰好冰啊！那个教练拿着500万的相机啊，非常小心翼翼。溯溪太好玩了，这边超多跳台的，超刺激的，而且真的超凉，夏天一定要来玩，超舒服的，耶！好，那我现在到的是体验 SUP 的地方，哇，真的超适合夏天的户外活动哎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出发吧。这里呢，就是鬼怒川咯。川 SUP 真的超好玩的啦，而且风景真的超美的，还有经过一些温泉啊瀑布，好好玩哦，真的可以来这边体验看看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到的是龙王峡。那龙王峡呢，在2200万年前哦，从海底喷出的火山岩，然后被鬼怒川侵蚀，然后呢，它看起来就是非常有魄力，就很像龙挣扎受苦的感觉，所以才叫做龙王峡哦。究竟可以看到什么景色呢？非常的期待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哎，已经可以听到瀑布的声音嘞，哇！
除了瀑布，旁边就是五龙王神社，哇，太酷了！哇，哇，没想到刚刚这个五龙王神社竟然是在这个峭壁上面哎，哇，这个瀑布真是太壮观了！佳佳，我现在到的是兴业集团的芥川治，超漂亮的哎！这里是川治温泉哦。大家知道兴业集团吗？兴业集团呢，就是日本超级高级的旅馆。太期待了，走吧！好赞哦，很有氛围耶！哇！哇！哇塞！啊，こんにちは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哇，好高级哦，还有人来迎接我们呢！哇！哇！好棒哦！哇！而且你看，这个地板是那个榻榻米。合适的风格哎，超日式的啦，真的好厉害哦！哇，这个沙发超大的哎，一下，哦，舒服，哇，哎，可以看到河川哎，佳佳，我已经换好浴衣了，耶，好。那我现在呢要去吃晚餐了，好期待哦！哇，这个套餐太豪华了吧！和牛还有野猪的肉，哇塞！好，哇 ，Oh my god！ 开动！哇，好香哦！好好吃，天哪，太好吃吧，那个油花真是刚刚好，和牛超好吃的，我天哪，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明天继续玩耍，晚安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现在呢在日光自然博物馆，这里呢离华岩瀑布跟中禅寺湖很接近哦。那这里呢有介绍日光的自然与历史哦。好，那我今天呢就要去借脚踏车，它是叫奥日光 Cyclusia， 然后去环中禅寺湖咯。Go！ 哇，好舒服哦。真舒服，好，那接下来的活动呢是滑皮艇，继续在中禅寺湖玩吧。好，那刚刚呢骑脚踏车的地方再过来一点点，这边呢就可以体验滑皮艇哦，是叫做 Bonfire。哇，在那么广阔的中禅寺湖，加上那么有魄力的山，太奢侈了，好期待哦！那我们马上去准备一下吧。好，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马上去滑皮艇吧。哦，有浪有浪，哇，超漂亮的耶！听说这一片呢，到了秋天都会变成红叶，哇，秋天一定更棒。
好，我现在到的是日光 Lusk 咖啡店。那据说 Lusk 是这边很有名的东西，就是烤面包片。哇，我来试吃看看。好吃，甜甜的，脆脆的，好好吃哦，巧克力也好好吃哦，味道很浓哎，夏季限定日光天然冰，而且还有这边很有名的草莓，那我要来吃吃看这个日光天然冰。超好吃的哎，开动！马上就融化了，草莓真的好好吃哦。这边的草莓呢是偏酸的，但是酸酸甜甜的也超好吃的。好，那旅行的最后呢，来到的是那须的千本松牧场。哇，这里非常的大哦，有178个东京巨蛋哦。然后，还有养了500头牛，一天可以产8吨的牛奶哦，太厉害了。然后这边有名的是双麒麟牛奶，双麒麟非常的浓厚，非常的期待。然后顺便去买土产吧。はい、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哇，好好吃哦。牛奶味真的超浓的，而且很甜，很好吃。这边最有人气的，好赞！好的，我现在呢2天3夜的立木县的影片已经全部拍完了，谢谢工作人员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疲れ様。お疲れ様です。大家呢也一定要来立木县玩哦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吧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按赞留言。大家可以留言一下最喜欢立木县的哪里呢？好，拜拜。Shoo-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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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o